当不同人被检查唾液时会是什么反应呢？完蛋了，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我整个暑假都在玩迷你世界，哪有什么时间写暑假作业呀？看着这书本上空空如也的，这怎么拿得出手呀？人家的书中有黄金屋，我这书中也没有颜如玉呀。早知道有这么一天，我就该好好写暑假作业，不贪玩了。后悔啊，呵呵呵，这下好了，回家又有好吃的双人套餐喽。普通学生，救命呀，希望老师不会让你检查作业。虽然我暑假作业是完成了，但是那是我昨天晚上通宵熬夜才补完的，晚还有好多错题呢，希望不要被发现，求求了，我下次一定好好写作业，下次一定。救救孩子吧，要不然又要被叫家长了。学霸，嘿嘿，我暑假可是有合理安排时间呢，我的暑假作业完成的可好了，重要的地方都有认真做标记，一会儿老师看了肯定会表扬我的，希望快一点检查，这样我就可以拿着老师奖励的小红花去爸爸妈妈那里换好吃的辣条喽，想想手里有辣条的日子真舒坦啊。同学们，计划有变，这次的暑假作业我们就先不检查了。苍天，我的辣条这下全泡汤了，这委屈谁懂啊？